谁啊？婚礼酒席。哎呦，把这事忘了。哎，啊，对，我是。就婚宴酒席的时间，我那个，我现在这边遇到点状况。啊，要不你看这酒席能不能？ 借口说倒垃圾才出来的，不能待太长时间。有什么事你赶紧说。那个，办婚宴那酒店给我来电话了。谁的婚宴啊？咱俩的婚宴啊。你忘了？不是半年前是你看到这个婚宴团购消息的，你说便宜让我团的，我还交了5000块钱定金呢。哦。 这团购下月到期了，再不定日子就作废了，5000块钱都不退。那怎么办啊？要不，咱俩把这婚宴给办了吧。办了？怎么办？我妈现在根本不让我提你，她一听你的名字血压就高，就因为你姓夏，我们家现在连夏天都不让说，得叫暑气。哎，要不你把户口本偷出来，咱俩这怎么行啊，夏立斌？ 你骗我说你有首付款也就罢了，不是我真没骗过你，那不是后来我二叔他……我不管什么原先后来，总之你没跟我说过，这我都没怪你，我还拼命跟我妈解释。是这事我搞砸了，你背后骂我妈，我也没怪你。我就是发发牢骚。现在不光骗我，骗我妈，你还让我跟你一起去骗我妈。不是，你知道我爸死得早，我妈辛辛苦苦把我拉扯大，她对你有那些要求，只是因为她希望咱俩将来能够过得好。我知道。 他为我们操心劳神，吃不下睡不好，还犯了高血压。你不想想怎么让他开心，让他满意，让他舒服，光想着瞒他骗他坑他，是这事儿我做的不对。我说过，就算我们结婚，也不能把我妈一个人扔下，大家得一起过。说过。可是以你现在的态度，你把我妈当仇人当敌人，这日子还能过吗？不是这事儿吧，没你想的那么严重。觉得咱俩应该好好考虑一下。 楼下碰到个同学，马上就上来。啊，我得回去了，我妈要知道我见你。 又该吃不下饭了。你等会儿，电话在你这儿。那我给你打电话，你为什么不接呢？婚宴，你还是退了吧。 来看这个季度，百经理组比我们要多请单子，但是大家都不用分心，毕竟到月底还有1周的时间。况且派生的案子我很了解，没有半年的时间，他们是要不回来货款。薛经理出去开会了，他不在啊。那我在办公室等他。你在办公室等他也没用啊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白经理，白经理，哎呦，薛经理，白经理，难得难得呀。 我今天来想跟你谈一下我们结款的事情，这么点小事儿啊，您让业务员就好了，您还亲自过来。业务员都来3回了，您都忙，我今天就来碰碰运气。真巧啊，您今天有空。
是，我也正好找你呢。你们那个款啊，总公司已经批了，就是这个手续上面啊，就。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薛经理，我们总公司已经下达新的命令了，凡是超过3个月还没有结款的客户，我们下面就不再继续供货了。哎呀，白经理啊，你们这个酒呢，哎，确实不错啊，这个客人也说非常好。可是也有客人问我们说，什么时候有新酒？你也知道。 现在这些客人啊，喜新厌旧，很厉害呀。可是还是有很多人喜欢我们的酒啊。据我所知，薛经理您个人就订了一大批。哎，白经理，您别误会啊，我没有。我们知道薛经理为了避嫌，所以没有以自己的名义订。您这么仗义的帮我们，我们也不能不领情啊。所以就给了您最最优惠的价格。可是总公司不知道这样的情况，还以为我们中间拿了回扣呢。 所以啊，您的货已经到了库房了，可是出货的方面却遇到了一些问题。哎呀，这样子吧，我尽我所能啊，月底前给你们打款。月底？10天，好不好？就10天，哎，真的不能再快了。这样子，我现在去财务那边把文件签给你啊，等我一下。哎， 你让他们把文件送上来，我们当面签吧。你还不相信我是不是啊？很快，等我一下。哎，薛经理，放心啊。经理不在，你真的不能进去。薛经理哪屋？经理呢？不讲理了，讲什么理？真的不能进去。喂，怎么着？啊，白经理，你就是经理是吧？我先走了。哎，你等一下，往哪儿去？赶紧把酒席先还我。说什么？什么酒席的钱啊？ 我不在这工作，你不在这工作，你在这坐着，你真搞错了。你有事找他们去，我也是来这办事儿的。不在这工作办事儿，小偷啊你！你说什么呀？你骂人呢你？怎么就骂你？骂你怎么了？连自己是干什么的是谁都不敢承认啊！那哥们儿说什么来着？白经理。哎呀，我是姓白，也是经理。承认就好，还钱。流氓啊你！ 就是流氓，赶紧还钱！光脚不怕穿鞋的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还我钱，跟你没完！不赖呀你！有爹生没娘养的，你说什么？怎么，说你没教养？你爸妈不好好管教管教你啊？不是，经理，这好像闹大，要不要去叫保安呀？报警！ 对不起啊，我真不知道你爸妈死的那么早。我也认错人了，不好意思。怎么样啊？都冷静点没有？知道自己错哪儿了吗？ 你不打算追究他打人的事儿了？不追究了。你也不打算追究他了？啊，不追究了。好，那我们聊聊善后的问题。这个呢是酒店出具的物品损失清单，你都看一下。不用看了，就赔多少钱呗？500够吗？500？你们打架打断片了吧？不知道自己损害人多少东西？一人500啊。酒店损失的总价值呢是8,346块钱。 按照实际情况呢，你们俩一人一半。多少？怎么这里边有古董啊？对啊，你们损坏的物品和价值都已经详细列在单子上了，自己看。怎么一个笔件2000块钱，金子做的？金子做的就好了，摔不坏。人那是水晶的。不是大哥，你有没有点常识？那水晶能摔坏吗？你有没有常识？摔不坏的那是钻石。 那也不能狮子大开口啊！你们就知足吧，也就是人酒店经理心好，不打算继续追究你们。
要不然罚款事小，你们俩还得治安拘留，没异议就签字吧。摁呢？摁啊！打电话通知家属和单位过来交钱领人了。不是我这电话坏了，打不了。自己想办法。啊？算了吧，没事儿，你打吧。你看看有没有电话号码，你能想起来的你就打呗。密码？没密码，划开就行。哎，哪儿呢？赶紧的，赶紧的，来派出所接我，犯事了。快，我你师傅。你谁呀？啊？啊，对，那挂错了啊。865268。关键时刻，你说谁指望不上？哎呦，你别摔啊！那个顺手了，你再打试试吧。算了，不是你试试有没有其他电话号码，你想起来可以打的。不打了，想起来也没用。朋友看着我来电，跟看着瘟神似的。为什么呀？买房嘛，没钱呀，借钱借。哎，刚才你打架的时候，说你那房不打算买呢。没钱，借钱也借不着，现在还摊上这事儿，咋买？真不打算买了？哎，那我问你啊，那购房意向书是不是你已经签了？签了。定金也交了，3万块钱。那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这样的情况，就算是违约，啊，你那笔定金会和酒店的定金一样，都收不回来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那不行啊，那3万块钱，那不是几千块钱？那可不嘛，就打水漂了。那他们这不是耍流氓吗？可不是吗？那人民警察得治他们呢。哎呦，没听那民警说的吗？他们忙着呢，不管这事儿。怎么？要不这样，咱们也算是有缘。你呀，把购房号传给我，我给你那3万块钱，这不就完了啊？你想啊，我帮你这个忙，你也能拿到钱了，我也能买上房了，这不双赢吗？是啊，啊，这双赢啊，双赢啊，是不是？是啊，这不是帮忙，这是生意啊。啊，3万不行，4万。4万啊！你怎么还要赚钱呢？那跟酒店经理一样黑啊！什么黑？我亏多少呢？我今天的5000块钱定金要不回来，来这儿又赔4000块钱，里外里小1万呢，就4万。那赔偿金我也要交，你那酒店那定金怎么算到我头上的呢？干不干？来口价，35000。那我再送你一个人情，我把你赔偿金都交，把你一起保出去。赶紧给你老婆打电话，把咱俩保出去啊！没事，不急，我老婆正在和客户谈工作呢，别耽误工作。看出来你还是个孝子。那当然，男人嘛，就应该照顾老婆。我说的是孝子，可不嘛。咱刚才说的是3万5啊？是3万5啊？3万5吧？3万5啊？3万？3万5啊？哎。你那个跟你一块做节目的那个，就那女嘉宾叫什么名的？你也看了啊？何止看了，就为这个，我还跟我老婆吵了一架。你还敢跟你老婆吵架呢？可不嘛，孝子。
算是解开了。说说他，多大人了还打架，真上了人就麻烦了。那都有台本的，我们都是对按照台本来。他从来不打架，今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犯浑了。你说啊，我是一个群演，我就挣点工资呗。回家以后一定严加管教，不好意思啊，给您添麻烦了。身份证给我，去给你登记去。一会儿你过去交罚款。哎，好。那是不是十号女嘉宾也是个托儿啊？你是托儿，你好好演呗。你改什么词儿啊你？里边，进去吧。谢谢你啊。帽子。还有托儿呢，娱乐圈真吓人。哎呦，老婆，哎，老婆，老婆，你来了，老婆。这孝子这。哎，老婆，你衣服上这是什么呀？菜汤，看不出来。你怎么弄的呀？还说呢，我正跟客户吃着饭呢，一接到电话，吓得我溅了一身。回去给你洗了。少跟我嬉皮笑脸。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你怎么还跟人打架了呢？不是我打他，是他打我。谁打你啊？他叫夏立斌，你看这耳朵。哎呦天哪！他为什么要打你？哎，先不说这个，回去慢慢跟你说啊。现在，你能不能把他一起也保出去啊？保他？啊。你怎么想的？事情是这样的，他现在手上不是有购房号吗？可是他首付交不出来，他买不了房。我就想把他购房号拿过来，给他3万，这样我们就能买上房了。我不同意跟这样的人做生意。哎呦，老婆，第一，你敢不敢买房？敢买。第二，3万5买这个购房号值不值？一般。哎，老婆。第三，因为个人偏见导致这交易失败，是不是很意气用事啊？少跟我来这套，回家再跟你算账。哎呀，老婆，什么情况？这是一天到晚找帽子，我一帽子找8回了，赶紧给我找帽子去。不好意思啊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没关系。走吧。那以后要修车找我，那咱明儿一早到售楼处把手续给办了。好啊。那不行，我们已经替你交了4000多的赔偿金了，万一要是明天你不来怎么办？那我给你写个字据。好啊。那也不行。那让他把身份证押给我们。不行。告诉我们住址。不行。带我们去他住的地方。说了不行。带我们去他工作的地方。要不你俩把我送回去吧。让警察叔叔帮你们看着我，明儿一早你俩来领我。哎，别呀！要不然这样吧，出了这个门有个提款机，你先把钱还给我们，其他的明天到了售楼处再说。对不起啊，我是信你。没事儿，找着这样的老婆挺好的。走不走啊？走啊！我去，那个去，要不然我辞职吧。你干嘛？给你当经纪人去啊？你跟二货怎么想的？你现在都火成这样了，我还当什么电视民工啊？上个淘宝一看首页，全是徐子林红男绿女同款项链，叉六姐对骂夏丽娜同款上衣。哎，你这样也算是踏入娱乐圈了吧？吃水不让挖井人，你不能忘了我。下半辈子就跟你混了。我没找你算账呢，你倒还一套一套的。我那刚买的车都差点让人给掀翻了，我这是用生命在给你当托。我也是用生命在帮你炒作啊。谢谢啊，省省吧。贵圈太乱，我没有那当明星的志向。姐肯定不叫，叉六姐，你好狠心啊！亏得我对你一片痴心，是真爱。要不一起租个房子吧，真爱。真的假的？你不跟家里住了？
我那信息啊都被抛到网上去了。今天有人拿千斤顶卸我那车轱辘，明天说不定就有人把我妈那房门给拆了。我可不能让我妈跟着担惊受怕。徐大夫能同意吗？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。其实我早就想搬出来了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没想到这是一物降一物啊！铁骨铮铮女汉子，叉六姐姐徐子林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你家徐大妈。是不是很疼？不用加班呀，小叶子啊，给我介绍了一个特别好用的眼霜，我还找他切了一个试用装呢。一会儿啊，拿给你试试啊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我在等你给我解释。妈，那些杂志上都是瞎写的，他们都是断章取义。其实我那节目上说的那些观点，也是人家强迫你的。那个相亲节目不是我自愿参加的。你还好意思给我提那个相亲节目？哎，那是小叶子抓壮丁，我临时去救。妈，你说的这个采访啊？你的专栏就写这些呀？啊？女人要知道怎么给自己挑优质老公，好男人要做车中叉六，珍惜生命，远离渣男。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这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说话做事一点分寸都没有。我那不是没有分寸，我那是豁出去了。要说就要把话说透，牺牲我一个，给天下女人提个醒，不能被那些不负责任的男人所欺骗。自己还是个姑娘家，连个男朋友都没有，就大言不惭的去教别人怎么挑老公，胆够大的哈，还跑到电视上去说，你那些标准是从哪儿蹦出来的呀？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？非要谈几次恋爱，遇上各报渣男才能吸取教训吗？徐老师，你睁眼看看，生活中这样的例子还少吗？不说别的，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我怎么了？你不就是被我爸当初的甜言蜜语冲昏了头，还没有发现他是一个对感情家庭极度不负责任的自私男，头一热就嫁给他了。你这失败的婚姻还不够我吸取教训吗？原来你的那些理论标准都是来自于我，来自我失败的婚姻是吗？是的，别人可以反对我，但你不能，因为你有切身的体会。当然了，你很勇敢，当发现他真面目之后，你就下定决心离开他，开始了你的新生活。但是有更多的女性嫁错了就认命了，每天还在洗衣做饭带孩子，给男人当牛做马，一辈子忍气吞声。低质量的婚姻，也就是渣男给女性带来些什么？你看你离婚之后极度缺乏安全感，这十几年来你都不敢再接受新的感情，你把所有的时间跟生命都奉献给了工作，一点生活情趣都没有。你看看我们家被你搞得气氛极度压抑，我每次回来大气都不敢喘一下。我以后不能成为你这样的女人，我也不能让其他的女性有你这样的生活经历。够了，既然觉得在这个家里气氛压抑，就搬出去好了。徐老师，还装修办公室，太不把老师您放到眼里了。再这么下去，都比你的办公室豪华了。您在杂志社兢兢业业、勤勤恳恳这么多年，才换来了这间办公室，一个黄毛丫头才来几天呢，就现在跟你平起平坐了，不公平啊，太不公平了！别着急，走着瞧。汪副主编，子林来了，哎，来来，进来进来。聊什么呢？没有，和小汪聊我们最近工作繁忙的事儿。我都听到了。既然二位这么关心我的办公室装修，不如我邀请你们过去参观一下。不去，有味儿。我就添置了几个小摆件。紫琳呢？最近专栏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哎，汪啊，紫琳是不是好长时间没申报选题了？好长时间。紫琳这样不好。啊，年轻人不要取得了一点点成绩就骄傲起来，尤其做咱们纸媒的，
能够踏踏实实的为老百姓多写几个字儿才是王道。即便你是一个娱乐八卦周刊的小狗仔，也要勤勤恳恳、兢兢业业地为人民群众趴窗户根儿。汪副主编，我正要来跟你汇报这件事，我的专栏选题都已经交给社长过目并通过了。社长还说了，以后我的选题都由他亲自批复，就不麻烦您了。不过，您老人家说的对，我们这些做纸媒的，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多写几个字才是王道。那我这就回去写字，您二老安心在这儿讨论我办公室的装修吧。这就是欺负人欺负到家了，一骂骂一串儿。二老，是骂咱俩二啊，还是骂咱俩老啊？我跟你说，老师，徐子林必须收拾他，下手段。行了，你就别在这儿气我了。二老，那是尊称。去吧。必须收拾他，必须收拾。什么？为什么办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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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因为上面有新的规定，签约合同意向的人名必须出现在购房合同和房本里。现在房价涨得厉害，所以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杜绝倒卖房号、炒房、炒楼花。那经理，如果我们买完了之后直接过户不行吗？当然可以，不过二手房每满5年就要交易的话，要交很多的税，而且要等到房本下来才能交易。至少要半年以上，一定有办法。那如果把我们三个人的名字同时写在房本上，然后让夏立冰办理退出，这样就没有过户问题了。哎，稍等一下啊。怎么了？你说把三个人的名字都写到一个房本上面？傻瓜老公，我们要跟他签合同了，会把这些事儿都写清楚。不好意思，夏先生，根据销售系统显示，您之前订的那个单元已经卖光了。不会吧？那其他单元呢？像这种一居室的早就卖光了，别说一居啊，两居都卖光了。现在只剩3居跟4居，不过价钱要多1倍以上。哎，你们这是违法，知道吗？合同签了，定金交了，哦，然后那意向书，我说买这单元，你把房子说卖就卖。这个意向书上写的很明白，如果您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来签订购房合同的话，我们有权将选定的户型卖给其他客户。哪儿写了？你看那儿，写的很明白，时限72小时，开盘3天您都没来签字，所以那你们也不通知我一声。不是夏先生，昨天是最后期限，我一直给您打电话，从中午到晚上，但是您手机关机了。开什么玩笑，我手。啊，行行，别聊了，买不了了。为什么买不了了？嗯，单元卖没了，现在就剩下3居和4居的。3居4居，我们还真买不了。哎，那你定金怎么办啊？我定金怎么办？定金不重要。咋不重要呢？最主要是由于你们的情况比较特殊，所以呢，我在我的权限范围内给你们一些照顾。什么照顾啊？请看，这是我们一套大2居的房子，精装修，样板间，拎包入住，而且是在顶楼。本来呢，这套房子不在我们的销售计划里，这是我们老板给他自己的小姨子订的。刚才他给我打电话说不要了。如果你们愿意考虑的话，好漂亮啊，连装修都省了。这可是咱们买不起吧？对了，这套房子是在顶楼，我们还会附赠一个小阁楼。阁楼？老公，我们可以改装成书房哎，或者茶室啊，都成榻榻米的样子，铺上个垫子和音响帽子，在上面可以听音乐、看书、喝茶什么的。11点之前我还有权限处理它，11点之后这套房子就会被总部收回。各位，还有不到1刻钟的时间做决定，我还有客户，不好意思，失陪。哎，我。算什么呢？这房子首付我们肯定是付不起的呀。老公，
你说的对，这套房子我们两人买肯定是承担不起，而且还会有一堆的问题。但是，如果我们三个人一起买，不但买得起，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。我们仨？你们看啊，按投入的资金比例折算成股份，按照股份的多少来分配每个人的产权和房贷。将来等我们条件好了，房子也升值了，卖房的时候也按照股份来分配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那每月的贷款，家里边，你要是不买这套房子的话，你那个3万块钱定金也是拿不回来的。怎么样？是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？时间所剩不多，各位考虑的怎么样？到时候我们把房子布置好了以后啊，我们把全公司的人都找来，好不好？啊，全公司啊！啊，哇塞，那到时候坐不下吧？好几百号人呢。嘿，我就是让全世界人都知道，你蔚蓝啊是我摆平的老婆。干脆来个大合影吧！大合影。这个楼梯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全部都占满了。哎，那我们销售部呢？销售部，站前排。站前排。好，那财务部呢？财务。财务就让他们站在最后。3、2、1。我知道我现在还买不起房，但我一定会努力的。到时候我攒一首付，咱俩在这买一小户型。你不用那么辛苦，就算你没钱没房，什么都没有，我还是愿意嫁给你啊。那哪行啊！我哪让你跟着我吃苦啊！我一定努力，给你买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房子，属于咱俩的小窝。到时候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跟你妈说，让她把你嫁给我。到时候咱就生俩全是女儿。你想啊，每天我一回到家那么劳累，叭踹开门，看到你们仨都是母的趴在那儿，然后我是公的，我就是狮子王啊！啊，狮子王。爱卿，哟，这花真漂亮。夏立斌，你小浪漫玩的可以啊。一般一般吧。啊，不错不错，我收下了。哎，你别闹，你那小美呢？忙着呢。没忙，早化好妆去等你了。等我？啊，等我嘛。你俩干嘛？我哪知道。你别闹，不是，他
他还不好意思啊，快点去吧，他都去了好一会儿了，你再磨叽送花都来不及了。不是他哪儿呢？就隔壁雅思阁餐厅。哦，这大周末的还要加班，真辛苦了。也不算周末吧，再说了，平时我们周末也上班的。既然是这样，不如我帮你找一份比较清闲的工作，这样你可以多休息休息，出去散散心，和大自然多接触接触，对吧？不用了吧，我现在的工作挺好的。啊，钱小姐看起来比照片上还要漂亮，略显有点瘦，但是气色非常好。谢谢。啊，我不知道钱小姐吃不吃得惯西餐，这家餐厅呢，我觉得环境各方面都不错，主要是离你近，所以我就定了。如果不喜欢吃的话，咱们换个地方也可以。不用了，您太客气了，这儿挺好的呀。我这个人吧，不会挑餐厅，不如下次钱小姐亲自挑选。嗯，其实你叫我小美就可以了，钱小姐听起来怪怪的。好的，小美，那你也别您您您的了，太见外。来，尝尝这儿的虾，非常好吃。哎，谢谢您。你看，对不起您。两位需要用餐吗？哦，不用不用不用啊！这什么情况这？没什么情况，就是一块同志一块吃个饭嘛，这有什么呀？你看你我跟你说，你别过去啊！我跟你说，这个阿姨有话跟你说。怎么了？那唐先生，您能先走吗？我跟你说，你别过去啊！好的，小美，我先撤。你别去，你听阿姨跟你说，阿姨有话。你也来了，阿姨。哎呀，那个刚巧路过，一下给碰上了，这么巧。那个你吃好了吗？我吃好了，我先走了，阿姨。哎，唐哥，唐哥，什么意思啊？相亲呢？相不相亲的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小美，走。直接走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。骗婚不成还要明抢啊？不是，你不是跟我说你不接受你妈给你介绍的相亲对象吗？你心里怎么想的？挑拨我们的母女关系是吧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我是她男朋友。你少来，早就分手了。你话不能这么说。那怎么说呀？我早就跟你说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你跟小美早就一刀两断，老死不相往来。许你上电视上相亲，就不许我们家小美寻找幸福的未来？你这人心眼也太坏了！我现在算看出来了，你就是一名副其实、一无所有的下力男。干嘛呀？别说了，我偏说。车子你卖了，房子你没有，你拿什么娶小美啊？你们两个睡大街上啊，修个破车当个群演，就口口声声说要给小美幸福，拿啥给？那种戴个破眼镜框的就能给小美幸福了？戴个眼镜框怎么了？我觉得挺好啊，人家工作好，比你有钱，开的是保时捷，住的是别墅，啊，你还好意思跟人比？我都替你臊得慌。妈，你别说利弊了，咱们走吧。哎呀，干嘛？行了，你还护着他？你瞎呀你？你没看出来这是多大个坑，你还往里跳？哎，你走什么呀？我话还没说完呢。你不是挺能说的，你说嘛。人家说的太对了，打肿了脸你就装不成宝马。来呀，你还要打我？小美，我给你买的，
下空枕一座，哭了才觉值得，也许错了才会懂得，爱不是选择，而是非他不可，擦肩而过的那一刻，注定不再放过靠近我。情